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 DIY 创意与灵感。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展示一个特别这个可爱的，可以用我们这个Spiral Designer 是专门去绘画这个陀螺画或者是齿轮画的一个小的套装。我们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呢，是给大家已经画了非常多的这种用圆珠笔和彩色的这种非常细的这种笔给大家画了。那么我们现在是要用水彩笔给大家展示一下，不知道能不能画得出来。这边是一个非常相对来说比较粗一点的，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够放到它这个小的齿轮当中就已经是可以了。然后这边是给它进行一个绘画，然后小朋友在画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的就是一定不要画得太快。我们这边呢是给它进行的快放，所以才会给大家画得出来的。所以在画的时候呢，如果太快了的话，就容易不小心把它画呲了，然后整个画的话呢就会画得不好看。一定要顺着它这个圆形，然后顺着它这个齿轮进行一个绘画。我们这边是画出了两层，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的好看，一个粉色和一个淡蓝色。我们上面还可以再给它继续进行一个添加，但是在中间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印记在上面，虽然是非常的可惜，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看不大出来。然后我们画好了这个齿轮的话呢，可以作为一种装饰放到我们旁边，没准下次你要用到 DIY 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用到它啦。好了，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订阅和点赞，留言。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